刚刚去找了两个师傅，这回师傅不愁了，跟兄弟们找了一个电竞酒店啊，还是以前那个酒店，200多一点点，四台电脑，随便玩，还能住几个人？四个，还能住四个人？嗯，老带劲了。走嘞。无畏先锋，哎呦我，哎呀，还是原来的味道啊！三台电脑，不是四台。中午凑合点得了啊，整点饼，整点小咸菜，生活有点艰苦啊。就要这样吃，知道吗？嗯，还卷个饼，咸菜卷饼。我看电影。下午都别看，咱们还得去看材料呢。嗯，好。吃完饭歇一会儿。今天早上起太早了，歇会儿，能眯一会儿眯一会儿。电脑咱就别玩了。嗯 ，OK。吃糖蒜呢，糖蒜不行。明天那谁，你不是会点？你不会挖浆吗？我不会，但是我会破灰。那不行，咱明天就先别叫挖浆去，咱先护完灰，把那个。你得把锅排出来才能打里面。是吗？对，先盘炕。弄盘炕，你或者下面是密的，要不它。给你一算就大了。哦，那打地面的时候咱自己打吧，或者咱自己抹呗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能省点人工钱。不是，睡一会儿眯一会儿。今天早上真起得太早了，我5点来钟我就去叫大家伙起来了，明天正式开干。感谢支持网吧达人团队，拜拜兄弟们，干就完了。